將公營醫院私有化，估計最少可以集資到100亿。醫改嘅精神係咪淨係得個錢字？咁基層嘅市民究竟得到啲乜嘢？我話俾你聽，明誠北院長呢個位置我坐硬，呢做土皇帝，我就要壓住司醫呢個位置，我同你鬥長命。我聽日就會宣布，唐明冇資格同你爭明誠北院長呢個位置。咁你即刻同我煲大個民調啦！醫改唔單止係大勢所趨，仲要係民心所向。我要求政府撤回呢一份綠皮書。我問過你一次，會唔會押後張局長嘅手術？唔會，因為佢係高官，定係因為佢係醫改關鍵人物啊？如果我哋連一個病人嘅利益都維護唔到，你憑乜嘢話自己可以維護全香港幾百萬市民啊？白色強人，6月10日晚9:30，翡翠台。